到2015年啦，咁咧 FX 就係咁樣啦，唔好理佢住。佢話 FX 除以 x 減二嘅時候咧，對 remainder 係負五。咁佢 FX is divisible 圈住佢啦 ，divisible 整除啊，即係 F 三會等於零嘅。咁就跟住問你 H 同埋 K 係乜嘢？咁你話除以 x 減二嘅時候 remainder 係負五啊嘛。咁第一個寫 F 二就等於負五啦，跟住代入去咯喎。二減二嘅二次乘翻 x 加唔係 x 係二啊，乘翻 x 二加 h 加 k 就等於負五。二減二係零啦，零乘咩都係零，所以 k 係等於負五嘅。跟住 f 三等於零，咁又代入去啦。三減二嘅二次乘翻三加 h 減五等於零。呢個係一嚟嘅，即係三加 h 咧減五等於零。咁所以 H 咧就等於五減三係二啦，咁就揀咗 A part。咁 B part 咧就話所有 FX 等於零嘅根啊，所有嘅根都係 integer， 問你硬 agree 叫你解釋答案，咁咪揾出嚟咯。咁跟住咧就唔係 FX 等於零啦。咁原來咧我哋要 x 減二嘅二次乘翻 x 加二再減五等於零。咁跟住你咪要爆開呢嚿嘢咯。係啦。要爆開佢，慢慢拆開佢啦。咁所以變咗 x 三次減二 x 二次減四 x 加三等於零。咁去到呢度點做呢？咁我哋要用詳細法，咁咩嘢係個 factor？ 原來頭我一早講咗咧 ，x 減三係個 factor 嚟噶嘛，所以咧我哋呢一邊咧用詳細法，呢度咧就寫 x 減三，呢個係三 ，sorry 啊，三嚟嘅。負二 x 二次減負三 x 二次係 x 二次啦，減四 x 加三，呢個係加 x。OK， 咁原來咧你一式分解咗咧呢個嘢等於零之後咧就係 x 減三乘翻 x 二次加 x 減一等於零。佢問你所有嘅根咧係咪 integer 咪揾出嚟咯？x 等於三，我話呢個啦 ，x 二次加 x 減一等於零，咁你繼續揾 x 啦，負 b 加減開方 b 二次減四 ac over 二 a， 所以咧計到負一加減，呢個係一加四嚟㗎，開方五 over 二 ，OK， 咁你問下自己啦，呢個係 integer， 咁呢一個係咪 integer 啦？所以話 which is not integers， 呢嚿嘢唔係 integers 噶嘛，咁所以阿馬貴咧，所以 not all the roots are integer， 唔係所有嘅根係 integer 啦，所以咧 this 阿貴啦 ，OK 呢題做得快啲，咁計埋下邊嗰題啦，咁啊差唔多嘅啫，佢就話 fx 咧又係啲平嘢啦 ，c 係個 constant 嚟噶，話 fx 除以 x 減二嘅時候咧，個 remainder 係負三十三。原來呢嚿嘢我嚟揾翻個 c 嘅，揾翻個 c 先啦，所以 a part f 二咧就等於負三十三，咁代入去啦，四乘二嘅三次減五乘二嘅二次減十八乘二加 c 等於負三十三，咁你揾到個 c 係幾多呢？所以揾到 c 咧係負九，好啦，跟住先做 a part。佢問你 x 加一係咪 factor， 叫你解釋答案。咁所以咧，你就要揾翻 f 負一，睇下幾多 ？f 負一等於四乘負一嘅三次減五乘負一嘅二次減十八乘負一減九，睇下幾多先啦。咁計數機，我估係一嚟㗎，我估係零嚟㗎，係啦，係零。所以咧。F x 加一 is a factor 啦 ，OK， 咁又係嗰個問題啦。佢話 someone counts that all the roots are rational number，
ratio number 即係有理數，有理數嘅意思咧，即係有個數字可以變做 p over q， 可以變一個份數，而且咧 q 等於零嘅。咁我哋睇下所有根係咪嗰個份數先 ，OK？ 咁而家咧，你知 h 加一係 factor 啦，咁你就用長除法啦。好啦 ，x 加一係個 factor， 所以咧就四 x 二次啦，負五 x 二次減四 x 二次就係負九 x 二次減十八 x 減九，再乘翻負九 x。負十八 x 減負九，即係加九啦，即係負九 x 減九，所以呢個就係負九啦。係冇話 f(x) 等於零啊嘛，我咪寫翻 f(x) 等於零先咯。f(x) 係呢一撇嘢，佢因式分解咗喺呢兩嚿嘢相乘，所以咧係 x 加一乘翻四 x 二次減九 x 減九等於零。咁跟住計落去啦，你會計到 x 等於負一，我話四 x 二次減四減九 x 減九等於零。咁你呢個嘢再因式分解咧，應該係x 減三同埋四 x 加三等於零，所以 x 等於三或者 x 等於負三 over 四。咁你而家負一咧係 ratio number 嚟嘅，三又係 ratio number， 負三 over 四又係 ratio number， 所以咧你又答 all the woods areRational number 有理數，所以你合唔 agree 咧？所以咧就 agree 啦。OK。